他说吃素皈依已经好几年了，但是偶尔在梦中啊，会看到和吃到不该吃的东西，这弟子感到很害怕，到时候会障碍自己临终大事而见不到弥陀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这是说明习气很重。这不是你一个人问题，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。自己的这个修学功夫不够，敌不过习气。但是这种问题呢，不必害怕，自己认真努力，坚持不要改变。时间久了，你才学几年佛嘛？你要学到20年、30年不间断呢，自然就转过来了。就需要时间，需要功夫。